市政府环保局3号上午举办隆重的绩优环保义工表扬大会，由市长郝龙斌亲自颁发，感谢环保义工和志工们长期的努力，让台北市环保的成就获得国际高度的肯定。绩优环保义工表扬大会由新义国小精彩的战鼓表演揭开序幕，特别颁发10个绩优环保义工队、41名绩优环保义工和社区环保人员，另外也颁发40个绩优绿色采购企业团体以及10家星级环保餐馆业者，感谢大家的努力付出。台北市政府靠在座的各位，我们今天在环保上有非常杰出的成就，尤其在过去8年里面，环保义工给台北市政府、给台北市环保局的支持跟帮助，是台北市我们环保能够顺利推动下去最重要、最关键的因素。台北市环保义工大队长陈友雪表示，每年在全国环保志工以及义工的环境知识竞赛当中，经常获得非常好的成绩，都是志工和义工们平日默默付出的成果。我们这一群台北市环保义工常年下来都在各个的里的公园啊、大小巷里面我们是不分年龄的，所以才叫义工。那么这几年我来服务这个大团队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这一群志工太可爱了，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他们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为我们的家园、为我们的地球，每个人做出最好的一个行动。环保局表示，今年台北市获得许多优良的成绩，更荣获城市气候领导奖，充分展现台北市各项环保政策的推动已经获得国际上的肯定。中嘉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道。